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鸭子。我们今天来到是大润发玩具一哥。那现在目前来寻一下，看里面有什么卡片啊？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话，我们就下个四星的卡片就差不多。好的，咱们今天第一张是波特基谷，晶晶，你来看一下卡盘里面有谁？哇，还有一张熊雷姆，又亮一部日狮，哇，是黑色裂空座。原来是有裂空座，大家。Oh my god！ 然后还有一星的破波袋，太意外。这边我们派上不怕，然后再加上战尾鳞甲龙，所以这卡盘是双五星哎，不怕有不怕是有不怕。对阵开始，昨天晚上呢，其实鸭子大概在8:40几到50的时候有来巡过台啦，但那时候玩家很多。我就没有特别进来看有什么卡片了，然后一早呢是待到了现在是大概在12:00的左右才出门打卡，没想到黑色裂空座就这样出现了。那刚刚的话，前面一位是有一个保友在打，但不知道他打多久了。防御轮盘，那么按下了盾，保护一下宝可梦，宝可梦。酥酥麻麻的，来了！战尾鳞甲龙抵达终点，跳一支舞给我们的裂空座看吧。新一代的舞棍阿北就是我。下上岸，72.Z 力量，智魂热舞猎鹰爆。咻的一下，速速搞定。这应该是一集就能处理掉了，没意外的话。胖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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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来了！左边五星裂空座，右边一星破袋，有没有机会可以顺利的话？现在我们才玩第二道，好像有点太贪心了。但缘分呐，很难说吧。来个投个好秀，哦，是超级球。还有手边的话是一星的破袋，等一下搞不好有交换机会哦。注意一下，我们左手边裂空座一下。爆开两下，爆开，谢谢。OK， 大家，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二张风女王。那蛮特别的一件事哦，因为刚刚跟着鸭子一起排队的另外一个弟弟呢离开了，也不知道他去哪里，所以呢鸭子就接着继续打了。296日狮，四星索尔加雷欧加上三蜜蜂，这边鸭子派上的是原始回归的布拉多 and 胡帕。有不怕就不怕，一次原本攻，刷刷刷刷刷刷，白补。好了，看能不能顺利的捕捉这张四星的索尔加雷欧。然后右边的话，一星三蜜蜂可以交换机会。大叔啊，赶快醒一醒啊！闹钟醒来了吧？想起来了，太好了，是超级球。但是30块准备，预备备。1, 2, 3， 哎呀，结果是抓到了三蜜蜂，我们跟日狮没有超级有缘，好可惜。交换机会，哎，大叔，哦，强大宝可梦的气息，难道是裂空座吗？还是球雷姆也可以？这两只都行啊。走起，600，600，600，600，有了6速速。644速速下卡，对，黑色裂空座巨藻怪，哎呀，四星索尔加雷欧啊，四星巨藻怪啊，四星巨藻在上，下面有我们的五星雷空座 ，Recordo。草丛慢慢大一些，哎呀，可惜没有直接草喷。噔噔噔噔噔噔。非常幸运的，我们遇到了五星球雷姆。左边五星球雷姆，右边四星巨藻怪，哪一只会是我们的？如果顺利下卡，这两张都可以抽给大家。那巨藻怪的话，要是再稍微的选一下，看家里还有没有那个御三家可以让你们做冲锋连击机会的搭配，随机出货啦哈。
如果有夏卡再说，因为现在目前只有鸭子一个人在打，我觉得四星巨爪怪夏卡几率蛮高的。智魂任务猎鹰爆，速速的结束这一场吧。OK， 左边五星球雷姆，右边四星巨爪怪，跟我们的剧本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哦。希望这一场鸭子可以投个好球，来个高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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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啊，也不错，超级永远超级球。注意左手边五星球雷姆，右边四星巨爪怪，两只下卡我们都要一下了。哎呦，现在爆开，谢谢老板。哎呦，怎么今天这么甘愿呢？直接都爆开了，太好了，捕捉机会。左边五星球雷姆，右边好像是三星而已吧，没有印象，印象中这个好像蛮弱的，但没关系，看能不能顺利的捕捉我们五星球雷姆。哎，去了，是精灵球，又是精灵球。那跟大家说一下啊，现在目前呢，那个奇迹道具机会已经快要被我们累满了，在这个众人，应该是说前人的努力之下，刚刚好。OK， 我们顺利捕捉右边三星的超级狂心，再次遭遇了我们的裂空座，这边派上虎帕跟战尾鳞甲龙一样，速速的结束这一场。那如果等一下我们运气非常好，把这只裂空座给抓下来，鸭子应该是可以换得到凤凰，就等于是全图鉴毕业了。最紧张的时刻是不是？全图鉴的关键决胜局啊！刚刚左手边那个笑的也太豪放了。OK， 自己招式击背77点，哎呦，神秘数字77777，智魂任务猎鹰爆。一封锁大概还有3/4的血量，但我觉得应该是有办法一次处理掉，应该了。没错，大家左边五星猎空座，右边二星力撞击。Just today 了吗？再次捕捉一张黑色裂空座，超级球，超级有缘，超级球，要找全图鉴了吗？一下了，两下，好紧张，三，哎呀，哎呀，差那么一点点哦，差一点点，真的很一点点。大家赶快闪那个流星群的缝隙啊，就不会被攻击到了。没有没有，有一些缝隙要闪得好啊。OK， 好球，我们的胡帕残血，来吧，奈克洛兹玛，拂晓之翼，给出最后一击吧。帅到、哦、这个招式，九级爆发，九级奈克洛兹玛，等级5+以上。宝可梦能量5060，增70点，裂空座瑟瑟发抖，啪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来了，左边五星裂空座，右边四星太阳一步。那这场的鸭子什么都没有，拼的就只有自己的双手跟实力了啊！麻烦大家把力量借给鸭子，而且马上还是跟大家借力量了。哎呀，去了，谢谢老板们。1、2、3，咱们今天打了，应该这是第6道了啊！目前还没有下卡任何四星以上的卡片，三下爆开，谢谢老板。就在刚刚，一个没有注意，各位的冰龙先喷了。大家有需要我们五星球雷姆，麻烦留言，我需要冰龙，毫无预警啊！大图明明就是另外一张卡片，而且也不是四星卡，这应该就不知道哎，缘分吧。Excellent 哦，就是这么意外。但可惜的是，他居然不是喷裂空座，是我太贪心了吗？我好像又看到一张五星卡片，叫做波尔凯尼恩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捕获时间，关键时刻，左边五星裂空座，鸭子能不能全图鉴毕业呢？超级有缘，超级球，拜托拜托拜托，
这一场呢，我们已经下考了一张五星球雷姆，然后再一张四星裂空柱，没有，四星的太阳一步。好 ，OK， 谢谢老板，然后再战斗一下喽。拿到了精灵球之力，结果遇到了四星的怪。不幸消息，我们的裂空座直接躲起来了。那是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他了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里面不见。哎呦，草丛超大哎，这个波尔凯尼该不会要直接喷了吧？没有。OK， 拿下了三星战尾鳞甲龙。又来一次投掷机会，左边是五星的甜甜圈，右边是一星的波克比。好 ，OK， 我们投出的是精灵球，没事没事，红色的球身哦，搭配我们这个波尔凯尼红色身体刚刚好。所以等一下搞不好会出交换机会，两下三，可惜了，跑了。伯克比会不会交换的？打输我。千呼万唤使出来啊！这里是玩具一哥，大润发的玩具一哥大叔，帮我把那一张 lucky 不是 lucky 了，帮我把那一张黑色的裂空座拿出来。对，刚才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换裂空座啊？刚才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交换呢？好哇，真的，哇塞！大家，真的被牙齿翻到了 ！Oh my god， 大叔 ，I love you， 太开心了吧，大家！他们第二只黑色裂空座，鸭子全图鉴毕业哦，这张我到时候拿去跟保友换一下，凤凰应该就全图鉴了。哇，大叔没有骗人，大叔，碎啦！真的太感谢大叔了，之后再来找保友用裂空座换凤凰，让学二代的鸭子就正式全图鉴毕业。那这边也祝福还没有毕业的在校生们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，但是量力而为就好。最后也恭喜画面上的观众抽中了上一支影片的奖品，再麻烦进速到鸭子的粉丝团跟我联络。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回再见啦，拜拜。